大家好，我叫唐玉，我因为经过加持搬新家，而来到这边的建案，然后看到他们这边的建案的环境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 ，CP 值非常的高。然后呢，在这边也认识了张玲，经过张玲的分享，然后毫不犹豫的买了他们上的一套房子，哎，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满意。我现在来从事美容护肤、经络按摩的，希望大家来我店，参观，然后我会为大家服务。大家好，我叫佳慈。那我通过好姐妹张玲的分享呢，我在桃园这边买了我人生的两套房子。那她第一次带我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建案非常的棒，然后它里面含所有的装修家具，就免去了我花很多的时间去装修，而且它这个小区呢也是非常的完善，也是我梦寐以求想要买到这样的房子。也通过张玲的介绍呢，我在这边圆了我的一个梦我希望更多姐妹可以来看这个建案，真的非常的棒。所有的建案呢都是跟我们桃园政府合作的，它的每一棵树，然后它的每一棵四季全部都是非常完美。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当邻居另外呢，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一个校书老师。那我经营校书呢已经有4年多了，在我喝校书的过程，我会感觉我自己越来越年轻那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校书桶呢？因为它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它除了可以做校书以外，它还可以做葡萄酒、泡泰酸奶、小分子水，还有果酱，还有校书口红、校书香皂，这也是我自己教学的一个部分。那在我人生中，我遇到就是像我们校书一样五彩缤纷的所以每天让我有满满好的心情以外，还让我得到健康。那我非常感谢张玲，她分享这么棒的房子给我。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来喝酵素的话，欢迎来跟我一起来当邻居也可以来我家里喝酵素感谢大家，酵素让我成就了我人生两套房子，我今天能做得到，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做得到。我本名叫黄素珍，来台湾呢差不多25年左右了。家族的关系，在台北开了一间沙拉店。那一直以来，我们也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赚钱。那刚好呢，因为我的朋友张玲呢，他做房地产。那有一次呢，心血来潮，跟着他去桃园看了房子。看了之后呢，又记得他们公司的那个特天厝那边一间特天店面，蛮漂亮，蛮适合我的。大家都是好朋友嘛，特别就是张玲。他做了蛮多年，我们也蛮信任他，都大家都是好姐妹，就跟他订了一间店面。哇，订下去之后感觉还真的物超所值，真的朋友，真的好姐妹介绍的还真的不一样。我要做店面，大概是想港式的茶餐厅或者是加烧腊这样子复合式的啦，还有一些规划，但具体的呢还没有很完整，但是基本上大概的规划已经安排好了。中坜现在人口也不错，发展的比我想象之前大概20年前去的时候跟现在变化真的完全不一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对他还是蛮有信心的。对我来说还是收益蛮大的，我觉得眼光看的所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真的还蛮感谢他。他属于一个热忱好客，对朋友真的蛮真诚蛮用心的，非常希望大家来做邻居。特别听说那边好多好朋友姐妹都买在附近，真的超开心的。大家好，我叫杨乃明，我是这个白云山精油的金牌代理商。那这一次非常感谢张玲女士给我这一次与大家见面的机会。我首先要先谈谈我的产品，叫做白云山唯一植物精油，唯一的爱给唯一的你。那这一款精油主要针对的是颈肩腰腿酸痛，针对的是我们的一个痛症，非常的感谢他，因为他把我在这2年赚的钱只用了1天的时间全部把我偷光了。那我是为什么会认识到他，因为我在白云山精油里面我赚到了第一桶金，我第一个梦想就是买房，
所以呢，通过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他。第一次我去看的时候，张玲有叫我下定金，我因为对于这个不熟悉，所以呢，过了几天我就带我先生过来看。那我先生看了，包括他们的功法，还有分析了他这个位置所在的位置，然后我先生就说这个房子可以买，所以呢，我就在那个中立买了我的第一套房。那我是二月份买的，接着呢到了年尾，因为我这边精油的市场也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说当我刚刚我的本子里面钞票刚好有一点点温度的时候，他又把我的钱掏光了。所以说我看中了这个中立的这个地方的发展，所以紧接着我在同一个社区买了我的人生的第二套房。所以非常感谢张玲正确的引导我买了两套好房子，我很幸福，我很开心，想要健康赚钱请找海明，想要幸福买房请找张玲。大家好，我是瑞兰，找房子已经找了3年多，我天生呢就是一个重视品质价值的女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房子找得让我非常的苦恼。正在苦恼之际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姐妹，她呢就把张玲介绍给我认识，让我呢看见了张玲她热忱又专业，所以呢在她的细心的引导之下，我找到了顶藏系列的房子，不但有了自己的家，还多了一个店面，让我能够有机会做一个跟以前人生不一样的梦想，成为一个老板娘，非常开心有这样一个梦想要在今年发光。那更荣幸的是，张玲呢希望我能够投入这个团队，一起来跟更多的姐妹们一起逐梦，梦想成真。 Hello，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张玲，我非常的感谢我所有的家人们对张玲的支持与肯定。在这3年来，我真的非常的幸运，我来到了东方创新这个平台，我感恩我的店东对我的帮助，因为在这里让我成就了我的梦想，也成就了我所有的客户朋友们的一个美丽家园。在此我祝福我所有的客户朋友们，2021年我要完成你们的梦想，实现你们的美丽人生。2021年新年快乐，张玲团队祝福您心想事成。